我是仙女。 写的什么东西啊？像扫把扫的似的。媳妇儿，你这字也写的太难看了。你这笔本来长得就跟扫把差不多嘛。这说的也没错。不过扫地不需要用到抑扬顿挫的力道，写字需要用到手腕的力道。笔尖因为受力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形变，如扁、圆、聚、散等等。笔头因为触地方式不同，产生的力度也不同。 是笔尖先触地，还是笔腹先触地，都会不一样。这里面讲究打哪是哪。相公，你好有文化呀，可是我一句都没听懂。来，我教你，拿好笔。 相公，你也觉得我貌美如花？过来。<笑>